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大美食。接下来我将为大家介绍一道甜品，这道甜品面是冰汤圆。冰汤圆是一种清凉解暑的甜品，红糖加水熬煮成红糖水，放凉后装入一个碗中，即放入冰箱冷藏。锅中加水，水开后下入小汤圆，煮至全部浮起来就熟了。然后捞出放入装有冷水的碗中过一下。再将小汤圆捞出放水碗，取出一个大碗，倒入红糖水，将浸泡在冰水里的小汤圆捞出放在碗上，